什么是中介式聊天？这次说的是网友聊天时的整活行为。相信大家都会有微信聊天时不知道该怎么开场，或是不知道该怎么回复的苦恼。而这位博主则想到了一种中介式聊天，这波操作简直堪称草船借箭。好家伙，这一场聊天下来没一个字是自己的，人家是中间商赚差价，你这是中间商赚感情啊。学到了，以后再也不用尬聊了。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，为啥对方也能回复得这么快呢？